烟云过眼，往事成尘，后会不可期，君已是自重，勿许勿见勿念。不许走。你怎么了陆时烟？许走，我没有死。你怎么了陆时烟？你醒了。我宁愿将我半生的不你失去，请等待你还，纵然是此生也无缘，来世再纠缠。我宁愿承受千岁恨，管你三冬暖，一生不舍叹，唯愿你身无用啊。说还是不说？快！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为郎，别动！为郎，为郎，我刚刚好害怕。没事了，有我在呢，不哭了啊，没事了啊。哎，有没有受伤？秦娘子受惊了。就是她说你是假的。卫郎，我们卫郎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五年前我从京里到荆州，你就看上了我，你日日向我献殷勤，我要月亮你不敢摘星星，我要冬日里的芍药你便给我建了成片的暖房。我们卫郎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你们听清楚了，卫郎是不会骗我的。是，你要月亮我不敢摘星星，别哭了，你再哭我就会心疼的。这样，这次生意我多让你一成。两成。啊，两成，我还想买春丽阁的羊脂玉簪呢。除了春丽阁，还有锦绣房的绸缎，花月房的胭脂，文墨轩的字画，只要有钱，梧州就是好地方。还疼吗？有了羊脂玉簪我就不疼了，还是赚钱要紧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是我父亲，我涉险是应该的，而你是廷尉，虽然这是你职责所在，但你是为了我才涉了险。不过我今天表现得很好吧？是很好。以你那敢和廷尉谈论律法的不烂之舌，硬生生地拖住了庞树，让他迟迟不敢对你下手。刚才害怕吗？怕是怕的，但总得撑着。我就是秦娘子，你说呢，卫郎？对，你是卫郎的秦娘子。没事儿，
就受了点小伤，已经不疼了。哎，别乱动，小心伤口。沈真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又哭了？怎么不疼了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死的。别哭了。坚持住。